在2013年，一位56岁的周女士，她证实患上了第二期的乳癌，经过了传统的手术、化疗和电疗之后，但在2019年，她的癌症再度复发，而且还开始扩散到其他位置。随后，她再接受第二次手术，在这个时候，她开始服用健康四小补，每日四次，每次8粒。8个月之后，她复诊的报告显示，她的身体已经再没有任何的癌症肿瘤，以及所有指标数值都正常了。现时已经再没有复发和扩散的迹象，她会继续服用健康四小补，以作预防和保健。健康四小补可以令癌症细胞自灭，阻止扩散，抑制癌症基因活化和预防病变。希望大家可以将这条影片于各大平台分享和赞好，令到更加多的病患者受惠，可以帮到更加多有需要的人。多谢。产品查询热线6907-8666，门市地址九龙长沙湾永康街55号金百盛中心705室。